主委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昨暗咱俩困未去，我带伊去楼骹的客厅看恐怖片，啊，看看阮两个拢困去。后来我甲咱俩抱来房间困，我咧想讲我要转去房间，我哪会知影我竟然困伫遮，我毋是条工诶。小虎啊，你从啥？麻烦你小虎啊。你搞梦游啥哈？我梦到。什么梦到啊？我真正无梦到，我无感觉啦。你做我身材这好，你无感觉？你无感觉什么意思哈？后过有机会我梦看卖啦。你搞什么？